香，搁将你藏在心内，拢不甘放。像我这款这憨的人，憨到想要甲你做伙老白头苍，不想失去你彼一天，五月的窗哪会这呢啊凉？像我这款这憨的人，将你当作纪念，也心甘孤寂。阿明老大，你先跟怡恩去旁边玩玩具，等一下你爸爸会过来跟我讨论要怎么样救阿公回来。阿星跟叔叔借我叔叔为什么要带走阿公？阿公会不会发生事情？阿明老大，大人的事情你不知道啦。来，你跟怡恩去旁边玩，快点。哦。你什么情形啊？头家哪人进门哪去啊？因为进门遐要来求大爱，放伊甲陈志玲耍，啊大爱哪有可能答应？啊结果因两个就起冲突，甚至阁动手。你嘛知影大爱已经有悔啊，伊阁有心脏病，所以去进门遐阿走。啊即马咧，人进门安尼做到底想要创啊？进门遐即马当然嘛想要用大爱来换伊恩，也毋过咱即马若是无照伊的意思来做，我感觉伊已经失去理智啊。安尼大爱。唔知会安怎，英哥，你先免着急啦。什么代志哦，总是有办法用来解决的。我相信咱家门即马也唔敢上个头家啦。有得啊，咱即马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敢讲咱真正要摕大个性命安全来拼？先坐来，你先坐。阿兄。你敢不知道我有多希望老天顶这座就安尼永远消失都无法度回来，我哪有可能替你去救伊啊？哎，英哥，啊你对伫个头家身躯边这么久哦，伊什么款的个性，你不是不了解啊？我相信这边的代志，若是由头家家己做决定啊，一定无愿意向人见闻配合点头的啊。有对啊，大个个性是安尼无唔对。也不过我真正无法度受遐尔多啊！我即马敢若关心伊的安全。阿哥头家伊的个性遮尔啊硬啊，甚至你看伊处理代志哦，伊的个性真正有够霸道的啦。啊，你若要甲伊硬转的，硬要违背伊的意志哦，我是惊讲到时阵头家求转来啊，伊若要感激你，顶多会怪罪你啊。阿星叔叔，阿公没有带心脏病的药，如果他心脏会痛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对哦，有点安平老大讲了无唔对呢，当然那是心脏病个发作，啊，代志就真正害啊。杨哥哦，有点啊，你放心啦，当然若真正生气，所有的后果我来负责。好，啊，你快点。这个阿兄竟然敢破坏我的计划，以后我才好好对付你。好，建文兄，我绝对会照时间准时把伊恩带过去。也不过，我拍电话先打进去。大安若是有任何的死甲惨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求老天顶这个功劳，绝对凭阿兄单独抢你。伊恩，安平，伊恩，你不要怕，阿信叔叔要带你去找妈妈。
安平，咱这回救阿公好不好？好。英国，我跟你这回去。我们顶死啊！这个人一扑一扑，吓死人啊！好，你看，你这句话已经念几啊百遍了，我听贵人听到你要吵死人啊！你是比妈哥吵呢？阿狗也搞得这，你看，你看呢？你看人家嘛顶着啊，阿贵的面啊！喂，天天哥，你别妈一定做搞点点，啊！你搞把个僵尸啊，叫把他卖顶你啦！伊若敢敬你，你讲你嘛敬甲敬少咯，看别个惊你下未啦？讲实在啦，若要甲别个敬甲敬少哦，迄嘛足够讲的啦。啊，一只一只甲掠起来，啊，别个遐尼细只，脚遐尼细筋，你遐细汉了，若要甲遐脚拗下转哦，佮拗甲目睭脱汤啊啦。然后哦，你每一个哦，拢通配一支目镜，到时哦，你就当进入一个目镜房啊。好啊，大力。小昆山，老子他妈靠你好不好？摇摆不到白骨，都是跟人话你老白，我看你都昏死了。嗯，我这帮把做老白的啊，我讲啊，我听见个唔要钱你来啦。白天天，你敢叫人拍我？你这么的下面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我也成几号的？哈，爱记一个，我也成几号的啦？人，人生，你目睭大绿哦，哈？丁国庆，小昆山，我再调你过去华西，唔通想我要用这款小人物来侮辱我啦！洪金文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线。老天弟，你哪都安尼咧？洪金文，你敢出来？我再调你出来，敢变成死死？我甘愿死，嘛无可能向你这个背骨囡仔落卵。你看，今天俩讲啦，说落去。咱小可甲许人一个尔呢，哎呀，规个头工哦，强要憋气啦，袂输伊不能虎视眈，浑身冒汗嘞。你今日是心脏病发作，昆山，紧，紧甲你的心脏病药摕出来吃。无咯，伊若真正巧，大家要输尾啊嘞。安吉文哦，会当做下一级的老大嘞，啊咱哦，就过咧欢喜呐。少年头家，咱真正好心有好报啦。小昆山，这款话你也跟我出嘴？那是要见闻知影，你见死不救，害死老天丁，你就真正讨袂听。搁安怎讲，老天丁真正嘛救开你一命嘞？你要来当无阮背去？妈呀！你敢拍开人家门，我哪要救伊啊？你若搁啰嗦，我就讲老天丁是你害死，后一世人都要找你报仇哦！退来啦！退呀！老天丁，药在底下，你紧吃来。再不好，安尼无食无你袂食。昆山，你去买食物件回来。小头家，啊我拢无钱啊啦，你要叫伊还本哦。阿杰。小头家，你哪有钱？哦，我知，你一定哦去甲姨妈现金加头条垫着。你莫后白讲哦，这是姨妈给我的啦。伊讲咱做资源回收嘛出啦，就花这两百块做收费。你提咩物件转来？伊嘛好你，啊伊若无好我，安尼哪有讲白啊？你若够啰嗦，就该扒落哦，禁去啦！好啦好啦，我来买啦。小等嘞，蔡昆山，我先甲你警告，你是唔通阁想空想胖，想要甲楼天顶的下落去卖予蔡幼弟甲阿兄人哦？我真袂遐尔戆嘞，因你群人遐尔恶，顶下我拍个密密麻麻，我这边去哦，甲你自头落网过。小昆山，真正叫人袂放心嘞。老张弟，你药啊吃过了，敢有较好？你唔通想讲你有救过我一边，我都会帮你煞。等我若自由以后。
我绝对要让恁连安怎死都唔知啊！那是当年家己安怎死的拢唔知影就死啊！阿你嘛算是袂歹啊！也不过你遐尼固执，是对你有啥物好处？下尾比建文甲志玲分手，因分手了后，你嘛袂阁互家己查某囝甲建文结婚，阿你家己呢？嘛袂阁甲志玲有啥物牵连？这款违反天理、损害家己的代志，现在你都是用轻放手的。那是民主问题，我老天顶啊，袂用的用阿你无聊的。什么民主？什么名声？迄种全假。无人会遐尼要紧，你做过什么代志？为着民主名声，去伤害人命，不甲家己占用过，搁失去一个对你遐尼失重的建文，安尼敢有价值？你唔免讲废话，我老天顶讲会到最高，但志玲甲洪建文。因两个绝对躲不过我的手头。我是给你考考，人讲人情留一线，你也好想看。给别人一条路行，嘛是给家己一条路行。要若无将来，你一定会变做一个孤单老人。都亲像我顶过去共款，堂堂一个馆长，即马变到这么狼狈。无人肯跟我斗三工，我的下场都是你上好的。好啊，你唔免阁加讲，我欠你一摆人情，我一定会报答。但是恁包庇洪金文的部分，我一定要讨得来。现在人总是要等个水，等个鼻腔啊。真侪爱穿大裤的，志玲姐姐，你莫紧张啦，咱就等阿兄甲伊安带转来，有老天顶伫咱的手头，伊唔敢对伊安怎。杨哥，我就是惊阿兄会听天顶大的话，唔敢甲伊安带转来呀。我是感觉哦。伊若是把伊安带转来，交我老天兵转去了后，代志会搁较严重啦。伊一定会放恁煞啦，尤其是建文遐，伊已经排一个反背老大的罪名，以后绝对无好日子通过啦。只要伊安来当转来你的身躯边，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我家己的问题，我家己才想办法解决。好多玩具，我们都还没玩完。安平，谢谢你这几天陪伊安玩。伊安，你放心，妈咪也会买很多很多玩具给你，只要你平安就好了，哈。妈咪，我不要玩具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伊安，我也一样啊，只要可以陪爸爸妈妈。在一起，就算我没有玩具也没关系啊。阿燕，多谢你，你免搞这多谢。我不是因为好心才给囡仔抱来，那是你骗我。建文啊，卡叔大安若是有任何的死角惨，你每一个人绝对会出代志。是会出什么代志啊？恁黑社会了不起啊？法律拢是假的啊！我跟你讲啦，陈秋，你这款的作风啊，谁会想出代志拢唔知影。但是不过这款地步啊，嘛是无人愿意看到啦。啊，若要讲哦，拢是恁大指头啊，因为啊，伊要听人见闻啊。啊，原本我是带人讲大指头有救阮优美啊，我今嘛伫天庭大身躯边做代志哦，姐姐会跟恁斗三工啊。啊，不过今嘛，恁会要跟阮头家作对，安尼我顶多感觉为难啊。我听是讲你是故意人诶，这块老天你无偌久。大家就利用这来臭屁。